虽然时阵啊，那写我的志愿，唔是做总统，就是做科学家。我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只是讲啊，无学历，会当选的头路啊，自然就少。好佳哉，有空中进修学院，整个城市啊，就是我的教室。免几年啊，我嘛是大学生，人生的出路啊，咪愈来愈多。国立空中进修学院105学年度招生中，请及上网搜寻空中进修学院。